小白学车通，今哎，天他赶紧怎啊！么打不我管呢？你他小白是他老他白是老司机，看好了啊，这是正儿八经的。看见啊，来嘞来嘞来嘞！哎，说客服说小孩把马桶里丢了一个恐龙进去了啊，下不了水，怎么去解决？怎么去不拆卸马桶把它取出？因为呢，前两个师傅都来过了，他说要拆卸马桶要几百块钱拆卸的。他不要拆卸，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可以吧？现在拿出来了没？哎，他看脚好了他怎啊，么打看我仔呢？细了，这个打我对呢？吗？这把恐我龙呢？吗？是恐龙吗？就是他这个恐龙，已经跑到马桶那个拐弯小处子，过去了，就是那个下水口下不去，冲一下水，试那下，你要有好的工具才可以啊。看好了啊，他们没有这种工具吗？哎，你怎么可以取出来的？哎，我说，嘿，个人有个人的门道，个人有个人的长处，对吧？哪块需要私信我啊？哪个需要私信我啊？我们要该走了，这一单就结束了。